那这一季有手榴弹嘛？那个独一手榴弹一波就差不多了，所以我们只要拉所有的怪就搞定了。啊，慢慢拉吧，各位。要注意血量，然后不要被卡到，基本上就我。啊，我们已经开过了，然后不要像刚刚那样被卡到，真超智障的。但我不是故意被卡的，但就很靠北。然后丢手弹的时候要抓好时机，这样子。然后讲完，我讲再讲，都重要细节啦，是细节。因为你拉碗拉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其实很难再这样子转出去。它转的那个角度，你要让怪成直线之后，你才能这样拉。可是大部分都会失败啊，所以一波流重点是在到这里为止一波。如果你走左边的线的话，也差不多的感觉。看嘛，这边要开嘛，刚少开这两阶，然后这边三只，对不对？刚如果跟着一大群的话，这边就差不多了。啊，这边就剩这几只嘛。如果你门全开的话，其实会拉的比较轻松点啊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那就差不多了。你也可以全摸进来，把门全开之后再一次拉。但是我讲实在话，那边那么难转弯，比较吃技术。但我认为一波流的意思就是。不要动太多脑，就拉拉过来就好啊。你不需要太麻烦，不需要太吃基础的东西，跟将整个清完了，那就用两波啦。第二波就，对，第二波其实你可以用近战打，因为比较难。好啦，就这样子啊，那我就去收东西啊，拜拜。